来，大家好，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分钟免离厕所对床。好、哦，这个是在现在的建筑里面非常容易遇到的哈、哦，因为你假如是住套房的话，你的厕所哈、哦，因为现在的空间很窄，所以说时常会对到床。那你假如对到床的话，该怎么办哈、哦？第一个哦，你要把门关起来，然后在门外再用一个门帘遮挡起来，好、哦，遮挡起来，哦，那。除了这个以外，最主要厕所对床是因为里面的晦气会出来，那对于床上的人常在睡觉的时候去吸到这些晦气，因为睡觉的时候是最没防备的，那对人影响很大，所以你在那个厕所里面你就还要再加黄金葛、哦、去化这个晦气，然后呢再用粗盐来吸这个晦气，所以假如你住的是套房，当刚好你的厕所对到床的时候，你再用黄金葛，再用粗盐，然后呢，在门的外面再加一个门帘、哦、用这种方式去降低晦气对你的一个影响、哦、那今天呢，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